第二天的帽里面的售，那总结一下，今天想不到的销量比较好的呢，居然是绿松石的戒指。绿松石的戒指呢，现在真的是卖的比较好啊，纯银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主题呢，主要是讲绿松石的戒指。我们看一下，这类似有一点点藏式的感觉哈，纯手工纯银做的，那么是真的绿松石。这种呢，旁边的红色呢是红珊瑚。银都很厚，非常厚实。我们的价格呢，完全是亲情奉送啊，价格非常低。这是红珊瑚的，这款跟我的戒指很相似，而且银很有意思。你看，这个银我戴的银会越戴越亮，那这个放在这儿，它慢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氧化，但它会越戴越亮，所以银不怕，银永远都能洗出它原来的样子。这一款小戒指石头非常好，它只有68，这是红珊瑚的，做工很精致。好，大家喜欢的话请关注我们的 YouTube 视频。好，谢谢。